今天呢，特别犒赏大家，大年初六开工，准备的食材一个一个比一个厉害。你是压轴的，你知道？是。菜名叫什么？松露凝香虾做黄金干贝酥。松露凝香哦，柠檬。对，热锅热得很好哦。啊，都冒烟了，冒烟了。他们刚才都来不及，你知道吧？大年初六开工，开心，知道一下不一样的求宝郎。好，计时开始。来，油锅里油好像没上来的。啊，上来了，开错锅了。上来了，来一点油。我今天用的是澎湖的大明虾。哇，小心啊！我用煎的，不是用炸的。没有，用煎的。炸的应该是干贝酥。哦，加上速度比较快啊。明虾好像都是野生的，是吧？嗯，它为什么养不活呢？目前好像没有听说养。澎湖早期的话有，就是抓小只的，然后在池子里面把它养大。也有嘛？那口感吃起来？因为它跟着就是涨潮退潮，所以其实口不会差太多。就像香网养殖那样？没有没有，它就是池子。香网殖因为网殖有时候它会跑出去。哦。不过是抓小只的进来放养。好惨的，把野生抓回来养哦。嗯，就是反正就抓到有角质的嘛，那也不要直接就把它吃掉，就干脆把它养大。现在还有吗？现在比较少啊，蛋液少了一点自己有。然后时间过了一分钟，澎湖真是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啊，觉得。不小心炸炸了呀！我觉得海水盐分比较高，比较高。对啊，所以它的肉会比较扎实，然后比较甜，也比较哎，不是你们澎湖那个到西屿那边不是要盖一个桥吗？以后就不用绕一大圈呐、啊，应该还没那么快了。哦，活跳跳了，不可能要走吧？今天开锅比较烫到，大年初六的。哦，他现在不一样哦，今年他是玩米酒，之前都玩白兰地哦。好，来，好香啊！然后赏蛇，其实我们不要吃全熟哦。在三十秒，只是要抢速而已，不是吧？对。时间过了两分钟。哎，今年的第一胜。哎呦！烧黄瓜，开始乱倒了啊！对啊，不小心了，是不是？生黄瓜，这是甜味美乃滋吗？原味。然后蒜头，一点蜂蜜，好，柠檬，等一下可以起来了。好，可以的，帮我捞起来吃。哦，谢谢。哎呦，啪到了，啪到了。哎呦，一点下一葱。那你的节瓜丝呢？节瓜丝来，小心。天哪！我捞点油。那干贝好香哦。对呀，好想吃。嗯。然后加一点奶油。时间剩下两分钟，来不及，来得及哦。你光吃要干嘛？来点胡椒，盐巴，节瓜丝，对。节瓜的营养价值跟黄瓜会不会差别很大？不一样啊，没有到差别大，不同营养成分。起码膳食纤维不一样。哦，一阵膳食纤维不同，熟啦。哦，这个算是好了。够吗？奶油。没有，都掉了。嗯，就一块钱。蛮多的。对啊，一坨，像取代面一样。松露哦，你要做一个松露奶油酱。时间剩下最后一分钟，开始大手，柠檬汁，快点加油，可以的，来得及哦 ，Go Go Go，Parsley 来得及哦，一点盐巴，胡椒，这个呢，你会，你有紫淋酱吗？你不会加不加水的是吧？没有，我纯的，关火嘞。哇，来得及哦！哇，哎，扑上去，哇！你今天过了，你就会笑张秋勇啊。还有米泽，他是因为器材问题。先跟他讲，叫大哥。哇，新的
快，不要犹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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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用倒了，用倒了，用倒了，准备，大声爆好，倒快快，还没，还没，不急不徐，不急不徐，好，够够够够，摔了，耶！这是什么塔塔酱吗？对，塔塔酱，好吃哦！哇，打饱嗝是吗？吃不下了，这干贝才炸一点点，很快就起来了，所以里面是生的。很软嫩，好险你没吃。他刚只是，他刚只是外面讲过而已啊。嗯，蛮深。何美啊，你吃的会觉得有点心虚啊？不会啊。真的吗？哎，我哎，刚刚没有人对吗？刚才？嗯，没有。就你啊，就你在玩啊。对啊。他今天我们全部光带吗？只有你玩的最开心。对啊。差很多，去年都没有对。是真的吗？因为去年之前没有得金钟啊。哇，这里就你是什么部首？也是干部。铁面是给外国人，是给外国人，是给外国人。